刘小胖啊，今天呢就是我老公嘛，我老公有一个月我俩没有见面了，然后呢他现在被封了又回不来了，然后呢我今天就是想吃那个烤面筋嘛，他就给我在网上订的那个烤面筋臭豆腐啥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吃，我现在在家哈，出去做核酸的话都是一直我自己在家，真的是太无聊了。然后我老公呢还比较忙，他因为他那边没有停工，就是被封起来了不让回来嘛。哎呀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真的烦死了，除了看点电视还是看点电视啥的，太无聊了。不过我订的外卖还挺好吃的，又胖了，这是我减肥道路上的又一个一大障碍。好看。